既然买了4080显卡，咱也别让它闲着。这个视频做个对比，看看最新的游戏街霸六 PC Max 4K 60帧的画面比 PS5 4K 60帧的画面强多少。我们先来第一组对比，各位觉得哪个画面更好些？哪个是 PS5 哪个是 PC？ 哈哈，你们上当了，这两组画面都是 PS5， 只不过左侧是 PS5 内录的 4K 60帧性能模式，右侧是我用采集卡采集的 4K 30帧，但真正玩的时候是60帧，画面参考这个。这是 PC Max 的效果，就是把所有的画质都拉到最高 4K 60锁60，这时候4080显卡它的占用率只有 50% 多，显卡温度也只有50多度，夏天快到了，这个温度还是很凉快的。下面再看一组对比，这是静态对比，画面放大 200%， 左侧是 PS5 右侧是 PC Max， 你们觉得区别大吗？下面看第三组对比，这是动态的 200% 放大的画面，左侧是 PS5 右侧是 PC， 你们觉得区别大吗？看完以上的对比，你们会选3000多块钱的 PS5 还是9000块钱的 RTX 4080 呢？欢迎写到评论区。